再睡一会儿吧。都5点了，还睡啊？5点就5点嘛。昨天是谁说要去看日出的？谁说的？反正不是我。除非抱抱我。来，抱抱。来，起床了。走。还好赶上了，我差点以为赶不上了呢。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日出呢，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。当年什么愿望？和最重要的人一起看日出。那请问徐总监当年最重要的人是谁啊？是方琦啊。看来你对我以前的生活很好奇嘛。从今往后，那个人只能是我。